在水天交汇处，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一条白线，在向我们慢慢的靠近。那现在潮头已经通过了新的水文塔，可以说未见潮影先闻潮声。我们之前呢已经是听到了闷雷隆隆作响的声音。那钱塘大潮很多时候被称作银龙，就像这样翻滚着白色的浪花，后浪推着前浪层层叠加，呼啸而来，气势非常的雄伟。 而钱塘潮从杭州湾口一路将会逆流而上，最终抵达杭州市区，长途跋涉100多公里，相当于是跑了3个马拉松的距离，体力惊人。而当它行至盐官之时，行程才刚刚过半，体力依然是十分的充沛。那其实很多人来到盐官都是想要看到它的一线潮，像现在浪花在拍打着。 这段古海棠，它叫做鱼鳞石塘，建成于乾隆年间，至今呢已经是有280多年的历史，历经数百年潮水的冲击，依然是挺立如初，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。它也被誉为是瀚海长城。好，这是我们在战鳌塔上架设的高点机位拍摄到的镜头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线潮。 我们看到靠近北岸的部分，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笔直，但是在江心处，我们看到形成了一个弯曲的弧度，整个潮是有 S 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可以说潮水在江中的移动速度是非常的快，能够达到每秒7米以上，最快的时候能达到每秒12米。其实观潮是始于汉魏，盛于唐宋，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，潮来潮去，斗转星移之间，沧海桑田。 潮依然还在，但观潮的人却年年不同。海宁观潮的习俗沿袭千年，经久不衰。我想，这就是大自然亘古不变的魅力。